医生就搞定了，就让他不要，让他有一点点缝啊，继续好好继续渗，渗一点点。有感觉拉扯的感觉。因为如果不过他不会崩开吗？不会，不会线很强。不会，我是怕我伤口崩开，我是线的问题，线不会断。线很强。真的吗？有绑起来了。主要是要看哈。好。看有一点点的空间，因为你这样的话，它两个靠在一起，它就会长。那个水一直出来，礼拜日会好吗？礼拜日哦、喔，礼拜日它会凉起来吗？哎、欸，礼拜日，礼拜日能碰水？有可能啊，你要去玩水哦、喔。哎呦妈呀妈呀！我你们哪就过完嘞？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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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那是够卡大，几个月啊？那时候已经去了两三趟，看人家玩，就只能在坐在上面看。最好是洗澡方便就好了。更密了呢，吼。